Hello，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大家好，我是小唐。上一集中呢，我们说到了地狱和恶魔的真实的存在。那么今天呢，我们讲述一个法则，一个宇宙的法则。如果没有看前面几集的朋友呢，请订阅我的频道呢，去看前面的几集。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生活有不如意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每个人都有多多少少的不如意的时候嘛，对吧？就比如说工作不如意啦，比如说有亲人去世呀，比如说你的男女朋友没有处好呀，分手呀什么的，这种都比较伤心和沮丧嘛。还有被老板骂，被老板骂呀，被顾客骂呀。对，被顾客骂。你生活有不如意吗？你生活有遇到困难吗？那么现在呢，我将会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它呢可以让你知道成功是有多么的容易，然后呢，也许还会让你赚很多很多的钱。是滔天啊！你未输，你总得来，我给你继续收看。这管来，这管下面有嘞。这个宇宙的法则呢，会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它是一个宇宙的法则，你要把它想得更高大上一点。你不要老想到什么卖药呀、什么骗钱呀，这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吗？然后呢，只要你专心用心的去启动你的宇宙定律呢，那么你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一切。这就是宇宙定律的一个。那么我们将这个法则呢，称之为宇宙吸引力法则。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法则呢很不屑呀，看完了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成功的秘密？一定会成功哦。首先呢，先让我来告诉大家我对这个法则的一个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在宇宙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呢都会被一定的宇宙的定律呢所引导着。宇宙中的自然规律呢是非常的精确无比的。不管你在哪，不管我们是谁，我们从事着什么样的行业，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都运行着一个能量，它呢就是吸引力法则。你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呢，都是被你所吸引而来的。在你的心里所构想的画面呢，就会在现实的生活中所发生。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心里面老想着的一件事情呢，它就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我没有，但是我只有做梦会出现在我生活当中。不可能啊！比如说你老想着，今天不要被老板骂呀，结果你就被老板骂了，这就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了。比如说今天我想着不要被别人骂呀，但是你就会被别人骂；不要被贴罚单啊，结果你就会被贴罚单；不要迟到呀，结果你就会迟到。这倒是，是这个意思。那么古代的聪明的人呢，他们都知道这个秘密。为什么世界上1%的人口可以赚取全世界96%的财富呢？你认为这是一个偶然和意外吗？其实则不然，这是人为造成的。怎样的伪造成？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呢，都了解这样一个秘密，他们都知道这个秘密就是宇宙的吸引力法则。后面呢，我会给大家讲解几个案例。那么宇宙吸引力法则，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说呢，吸引力的定律呢，就是同类相吸，是根据思想层面的，就是我们想什么，它就会吸引什么过来。我想有钱过来。你光这样想没有用，因为你的内心呢，它不相信你会有钱，所以呢，它就不会过来，明白吗？一定要你的内心、你的想法、你的感觉，三个都走到一条轨道上的时候，那么它三合一了之后呢，才会把这条真实的讯息传达给宇宙，那么宇宙就会反馈这条信息。首先呢，你需要非常清晰地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样做呢，才会启动宇宙吸引力的法则。然后呢，你才会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你想要的事物呢，就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呢，也是有一定的频率的，每个想法呢，都有自己的频率。在我们每个人呢，不断重复同样的想法的时候，比如说我想要有一辆全新的车子，我想要一个大的房子，我想要成立自己的公司，我想要更多的金钱，我想要找到我合适的伴侣或性伴侣。你只需要想象当时的情景啊，同时持续地发出你内心想法的这个频率呢，思想就会发出有磁性的讯息，它呢就会把相同的事物呢吸引到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我有感想，之前就是胖那一年嘛，就那不是胖到那个，跟韩红一样的时候，我哪有胖那么夸张？然后那个就一直说要瘦要瘦要瘦。所以那时候一直在都是心里面想的，就是自己变瘦之后可以穿很美的衣服，对，然后永远吃不胖啊，这种，然后后来就慢慢居然就瘦下来了。所以呢，这个想法呢，无论是谁，无论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运用。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大多数人呢，都会想着的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对。
然后我不想要变穷，然后结果你就会越来越穷。然后我不想我不想要怎么样，我不想要怎么样，就想避免什么事情。结果你越不想要的东西它就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最后就会发现，就是我们为什么自己越不想要的东西呢，生活中就会重复的不断的发生。嗯，这就是这个宇宙吸引力法则呢，它不管你的感受是好是坏，还是你想要或不想要的东西，它呢只是回应你每一个想法。如果你只是把注意力堆放在堆积如山的比如说债务上呀，或者是非常糟糕的心情啊，那么这就是你对宇宙发出的讯息。哇，就是告诉宇宙，哇，我的生活好糟糕呀，我欠了很多钱呀。你一直这样想的，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糟。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呢，都会跟宇宙发出这样的讯息。那么你的债务呢，就会越来越多。所以人一定要往好的地方想。我经常会有很多人经常在讲嘛，就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就遇到挫折的时候，一定要往好的地方去想，就是这个道理。对啊。哦，那这两者之间还蛮有关联性，从而可以证明呢，这个宇宙吸引力法则呢会辅佐你的想法。当你在想什么或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你必须呢把所有的精神和注意力呢都集中在你的想要的东西的上面。比如说我想要法拉利，法拉利赶快来找我哦，法拉利。但这样是不行的，一定要呢觉得你已经有法拉利，拥有了法拉利了。你可以闭上眼睛呢去思考，我已经在驾驶着这个法拉利行驶在什么什么地方。而且呢你还要把你想要的车呢照片打印出来，挂在或粘在你每一天所能看到的地方，每一天去想，每一天去看。那么几年之后呢，你就可以实现它。这是有一个案例的。什么案例？用意念传达。我们不是卖药你知道吗，我们传达的，我们频道所传达的就是一些宇宙探索未知发现的秘密。那么这个宇宙吸引力定律呢，绝对是一个我们人类未知的秘密，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也就是世界上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赚钱，因为他们都心中都坚信这个法则，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有的人呢他可能刚开始相信了，但是你没进行多长时间就觉得啊这个不灵，这个不管用，你就你的内心的想法就觉得它不管用。那么宇宙传达给宇宙就是它不管用，那宇宙就回馈给你这个不管用，所以你就没有实现。这就跟我们人呢去坚持做一件事情呢不要放弃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宇宙的秘密。这就是宇宙的秘密。那么有一个案例啊，一个叫罗伯特的男人呢，他是一个同性恋。他呢在公司里面啊，所有人都联合起来欺负他，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同性恋，霸凌他，对，都拿他开玩笑。然后呢大家对他的态度就比较恶劣一些，这样这能让他在公司里工作呢压力相当的大。他呢只要走在街道上呢，每一个路口呢都会碰到讨厌同性恋的人来欺负他。他最想成为的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员，那么每当他上台讲脱口秀的时候呢，就不断的有人呢用这个同性恋的话题来挑衅他。他的生命和生活中呢就充满了这个不幸和悲惨的事情。嗯，因为他的想法呢就全部都陷入了自己是同性恋才会被欺负的这个漩涡当中。嗯，那么偶尔有一次他呢通过与一位心灵导师的沟通呢，他才知道是他自己呢一直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呢放在了他最不想要的事情上面。这个导师告诉他，你需要多想呢自己想要什么。于是呢他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呢转移到他自己想要什么，他想要变成什么样。他每天呢非常的努力在做，结果呢他做了八周之后呢，在他的身上发生了奇迹。什么奇迹？以前经常骚扰他的同事呢，不是被调离了岗位，就是离职了，要么呢就是没有人在烦他。嗯，他呢开始慢慢喜欢自己的工作，走在大街上呢，以前每一个路口都有人骚扰他的人呢也不在了，消失了。为什么突然消失了？对啊，就是那些人都不在那个地方了。他上舞台表演脱口秀的时候呢，再也没有人出来挑衅他，而是大家更多的是鼓掌和鼓励他。他的生活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完全就是因为他不再想那些他不想发生的事情，那些糟糕的事，而把所有的注意力呢放在了他想要的生活上。嗯，这就说明，就是如果我们的观点和定位呢是积极乐观的，那么我们就会吸引过来积极乐观的人和更好的事情呢和环境。如果我们的定位呢特别的消极呢，那么老生气，比如你
那我们就会经常吸引到负面生气的人，还有那些顾客呀、来找你，所以呢你就会越来越生气，都生活都是碰到那些生气的事情。好吧，原来是我的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个秘密和我们的思想呢和意念的力量呢无处都不在，你会发现吸引力的定律呢它也无处不在，万物都受到吸引而来。宇宙吸引力法则呢在量子物理学中呢也是有一定的证据存在。那么量子物理学中说呢，在没有思想存在的地方呢就没有宇宙的存在，是思想构造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这个宇宙吸引力法则呢其中有两个需要我们注意的事情呢，第一个就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正面的思考的作用呢要比负面的要大好几百倍，所以呢我们自己呢就不需要担心自己会有负面的思想。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宇宙吸引力法则呢它会有一个时间差，它并不会马上实现。这个有一个时间差的好处呢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可以让你呢在这个期间呢评估和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想要去做什么，你可以把它写出来，列一个单子，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你看一看这个单子上你有哪些事情你已经实现了。如果实现了呢，那么大家回到我的频道证明说明我所说的宇宙吸引力法则是完全正确的。历史上呢就是知道这些秘密的人呢都是一些领导者，他们呢为了保持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呢，他不让大家知道这个秘密，所以呢我们身边大部分的人呢现在都还在工作和回家两点一线的这种简单的生活。因为秘密呢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每天这样的上班下班两点一线，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更不可能去想象这个宇宙吸引力法则，所以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相信的。我有那个时间我不如去赶快工作去赚一些钱比较实际，大家都是这样想。根据研究，我们每个人每天呢都有60000多个想法，就是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思想和想法都实现。但是不过还好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凭借我们自己的感觉和直觉，感觉会告诉我们我们想什么，我们的想法呢就会影响感觉。人都有好的感觉和坏的感觉。那么吸引力法则呢的创造的过程呢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做出你的要求，完了写出呢你想要什么，把它们打印出来呢贴在你每天能够看到的地方，然后你每天都看见，每天去想。那我现在每天开始我要拿一张纸，我每天呢就把我的那个订阅人数呢我打一个100000订阅，我贴在我的电脑上，我每天都看，哦，我已经是100000订阅的 YouTuber 了，我已经是100000了对，就是要这种自信。因为我这种自信就是想法，长期你这样感觉你就看到它就一定会实现的。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信念。那么大多数时候我们要求的事物呢都没有出现，我们会很沮丧，对吧，甚至呢就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坚定的信念告诉我们自己呢它马上就要实现了，它就要实现，它已经实现了，你必须有这种坚定的信念才可以。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接受，就是想象呢你已经拥有它，把你的其中一个想法呢变成现实。当你变成现实的时候呢，你就会有更多更好更大的想法想要去实现它。就比如说我先设一个小目标嘛，就比如说我想要在一个月之后瘦下5斤，那么当你一个月之后真的瘦下来5斤之后呢，你就特别的有信心，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个更大更远的目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绝对不可以想呢，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吸引力法则呢我是可以照你说的这样去做呀，但是我挺讨厌这样做的呀。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不对？有些人就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比较讨厌这样的方式，但是呢我说那我就试试吧。但是你的内心都去讨厌它了，你还要去就试试吧。这就是我所说的思想呀信念和你的感觉都不是三合一的一个状态呢，那你去试了也没有用，很快你就会放弃。就是反正就是你要做这个实验之前你得先首先要先相信，从内心之中就要相信。对啊，就是我根深蒂固就这么认为。完了2个月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样的结果。当然这个时间呢是根据你相信或不相信的程度，你的信念的坚定的程度长短也是不一的。所以呢这也就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吸引力法则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也需要去付出一些行动，你呢就会感觉到这个宇宙实现这个愿望的方向呢跟你是一致，你就会感觉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很快乐，我很活力，你呢会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做你一件特别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比如说你出去那个旅行的时候那你就很开心你感觉时间会过得很快对对对对，就旅行的时候这就是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对，你会感觉你的时间流逝得特别的快对，
我每次都觉得旅行时间过好快。这就是你喜欢的事，比如说你想买你自己的包包啊，你每天就想着那个包的时候。这其中呢又有一个案例，有一个叫丹尼斯的心理医生呢，他呢是根据为一些奥林匹克的运动选手们接上了比较机密的一个叫生物记录仪的仪器，让他们呢坐在那里想象着自己已经在赛场上比赛时的情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做实验啊，去证明这是真实的。然后呢奇迹发生了，参与实验的这些运动员们呢，他们的肌肉发射的频率呢跟在比赛赛场时发射的频率是一模一样的。这呢就证明了只要你想到呢你就可以做到。假如你想要一辆车，那么你一定要想象自己已经拥有了这辆车，你千万不能想象我早晚有一天会拥有它，那么你永远都是我早晚有一天会拥有它，你永远都不会拥有这辆车。哎，你的保时铁停在外面，赶紧去挪一下。保时铁，保时捷，我的保时铁，保时捷，我已经拥有保时捷了呀。对啊，你赶紧去把你的车停挪一下，现在停在下面。我不在乎，不 care， 我有好多辆。就是这一集就是这一集就是那个催眠自己的一集。有些人呢，他运用了这个宇宙心理法则之后呢，结果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呢？我觉得其实呢，就快要出现的时候呢，但是有的人没有耐心，他就放弃了。结果呢，你的心想什么，宇宙就回馈给你什么。你放弃了。下去了，本来呢他要破土而出了，如果你坚持呢。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呢，是一个有一个名的企业家呢，名叫约翰，他呢在1995年呢做了一个愿景板，把自己喜欢的想要得到的一个房子啊、手表呀、等等一些东西呢，他都弄成图片照片，他把它们拍下来或剪下来扎在了那个愿景板上，然后把这个愿景板呢放到了他每天可以看到的一面墙上，比如说他的书房电脑的旁边后面的墙上，他办公桌前面的墙上，他每天呢都看着这个东西。他说他就心想，我一定要拥有这个房子，我一定要拥有上面的东西，我已经拥有了这个房子。5年之后的一天呢，他搬了新家，在搬家过后呢，他的儿子呢有一天来到书房呢，看到一个箱子，就问他的爸爸，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然后呢他告诉他的孩子呢，说这是我以前呢所做的一个愿景板。然后呢当他把这个箱子打开拿出愿景板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上面他以前所做的一些照片，所希望得到的东西，然后他瞬间震惊，居然跟我的一模一样。因为他现在所住的这个房子呢，跟他之前愿景板上照片上的房子呢是一模一样，是不是很非常的神奇呢？从那一次开始呢，约翰呢就更加的相信了这个宇宙吸引力定律这么的强大。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这个宇宙吸引力的一个法则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法则的秘密。那么你会立刻开始使用吗？我会开始，因为我有好多好多的愿望。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圣诞老人的这个愿望册，对吧？把你想要的呢写下来，或者图片剪下来，放在你每天可以看到的办公桌的上面。几个月之后呢，小的东西几个月，房子那种的几年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它有没有实现。这是一个布道的节目，大家都是见证者。我呢已经开始做了，把我的频道呢的百万订阅每天贴到我的那个订阅显示的那个地方，让它看不见，看见的就是百万订阅。我呢已经认为我已经是百万订阅的人了。好，加油。而且之后呢，我就会每天想，我的女朋友不要骂我了，不要再烦我了，每天都会对我很好。那么呢，她就一定会对我很好，是吗？不会，你这个想法不会这样坏。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喜欢我的朋友呢，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欢迎点赞、评论和转发哦。拜拜，拜拜。